看现在茄子长出来全部都是新枝，现在都是一批新茄子，长得比较漂亮，比之前好看一点，白白嫩嫩的，紫紫嫩嫩的，之前比较粗糙一些。这个手感摸上去都不一样，以前是糙糙的，现在是像刚剥壳的那个鸡蛋皮一样，特别嫩，还有点黏黏的。你的才美啊！今天才给他们几期的，你的才美，这几天才拆到你一点儿。那个红麻子，那还是好多哦。你得的。你把车打我每天13拆把拆进来买的。哦，买的。又直又好看。嗯，反正比以前好看一些了，不过还是有些晒斑。他最喜欢搞鱼的。啊，你那黄的黄金又没带。我不行，我都不知道带茄子，现在茄子。啊，你那个黄，你那黄都没带。哇，这个鱼头这两天长好快哦，长好大了。鱼头最近也长得好快啊，根捆里的蔬菜。没摘多少，就这么点茄子。之前下了一波雨，长了一波菱角丝瓜，不然也没有。看这儿，这儿有根，在下面的话是完全看不见的。这得360度的搜查才能查得到，这个今天不摘的话它又要老了。这根可以摘了，这最近有虫子，青虫，看吃外面这个皮，这两个小青虫。拿一张叶子包起来，摘它的时候有一股瓜子的香味，就好像自己在嗑瓜子那个香味一样。这是今天摘到的一袋子，今天有一个朋友叫的全部都是丝瓜。我喜欢你全家的出去。哎呀，哎，去，弟弟。Thank you.
没这多少，就这么一点儿。两斤茄子，还有两斤菱角丝瓜。冰袋茄子，四斤辣椒，辣椒，辣椒，现在辣椒看起来漂亮一些了。今天的葫芦瓜，两斤棱角丝瓜，风箱，风箱，下面还有两斤茄子。走了，走了，群走喽。600块，拿600。